忘记说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起早上摘果点，喝着露水泡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。放到盖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啊，好热呀！兄弟，热得受不了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吧。苹果都烤熟了，真难吃！哎呀，啪啪！哎，兄弟，烤苹果的味道还挺好闻的，俺们捡起来吃了吧。会拉肚子的，咱们还是找个凉快点的地方找食物吧。啊，哦。哎呀！好清凉啊！啊，来啦！可爱的，好凉快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好凉快，好凉快呀！哎呦，哎呦。这天怎么这么热呀？是不是那个什么温室效应给闹的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有了！哇，真舒服呀！哎，水，啊，冻成冰块了。给我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哎，去哪儿了？啊！痛痛痛啊！喂，谁呀？还能有谁？我的声音听不出来吗？是李老板呐。光头强，今天天热，特批你不用砍树了。真的？李老板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！不过要去收集干货。收集干货？现在城里干货奇缺，你最好这几天给我多收集点干货，否则你这个月的工资别指望了。还不是一样要出去晒太阳？天热才好干活嘛！干货当然要天气干的时候找啊！赶快去找！喂，你这是什么借口啊？干货是这么解释的吗？就知道压榨我。还是出去干活吧，不然又没钱吃饭了。你这么大的太阳还怎么出门呢？哼，老板也太狠心了。好烫啊！这下好了，我的光头晒得都可以煎鸡蛋了。居然真的能煎蛋了。好热呀，这么大的太阳还是先歇会儿，等日头落了再说吧。光头强，天热成这样了你还来砍树啊？用不用这么敬业啊？砍什么树啊，这种天气我是来挖干货的。兄弟，哎，
嗨，光头强。熊二，今天我没砍树啊，你们不可以。这么热，俺们可不想跟你闹来闹去的。冯敢，这个夏天还真是热呀。是啊，俺好怀念冬天的雪呀。俺想吃冰的东西。是啊，比如冰棍儿。哎，冰棍儿！熊大熊二，我有种透心凉的好东西介绍给你们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帮我找干货。你要是有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就是，要是你真有，俺们愿意帮你找干货。好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哎，还是等到太阳下山再到我家去吧。难道就只是被水冰了一下？错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结成了冰，而是融入了我美好童年回忆的超级无敌冰爽的冰棍儿。啊，应该好了。看样子好好吃呀。这味道比跳了水洗过冷水澡吃了一顿西瓜吹了12级台风还要清凉，而且还有绿豆的味道。嗯，是有绿豆的，还有红豆、地瓜、土豆、西瓜味的。哟呵，还有西瓜味的，哇，真是西瓜味的啊！好冰好冰，哇，这种冰凉剔透的口感像看到了雨后的荷塘，清新的气息席卷了整个味蕾，一瞬间驱逐了夏日的炎热，是吧？既然你们都觉得这东西确实很解暑，那我们就成交了。成交，成交。好，俺们马上去找。干嘛呀，光头强？李老板呢？干货我找到了，很快就能弄到一大包。好好干，到时候发你一大笔奖金。真的，李老板你真是太好了。这么多动物还要等多久啊？棒棒，热也不要急成这样吧，急也不要插队嘛。熊二，毛毛，是，走，不准插奇奇怪怪的队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我不是怕轮到我就没有了吗？来了，冰棍儿，冰棍儿。冰棍儿来了！看来李老板的任务我今天就能完成。给。这么多，应该能交差了吧？光头强，俺的冰棍儿呢？哦，你等等啊，我这就给你取冰棍儿去。哎，光头强，别忘了还有大家的呢。知道啦。我的钞票，我的钞票啊！咋的了？这下完了，冰箱冻冰棍太费电了，电价老贵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了干货就有一大笔奖金，有了奖金我就是有钱人了，电费这点毛毛雨算什么呀？冰棍来了，冰棍来了！冰棍，冰棍来了！别急，都有份儿，好吃，好爽啊！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味道真不错呀！要是能天天吃到冰棍就好。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们每天给我找来干货，冰棍吃多少有多少。真的？我强哥说话算话，而且我的电风扇也给你们吹哦。耶！太好了！好吃，真好吃！搞定，用几根冰棍就换这么大一包干货，这群动物可真好忽悠。
干货都给李老板邮过去了，买了钱我能分到不少呢，好开心啊！来电话了。哎，李老板，干货是不是卖了个大价钱呢？光头强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寄来的干货质量不过关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啊？那奖金？还要奖金？做梦！别，李老板，喂。怎么会这样？光头强，你的电费单寄到了。什么？电费1000块？没拿到奖金，反倒要倒贴1000块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我们要给你干货了，干货来了，快开门的，光头强！你们走，光头强，要你们的干货了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我们送干货了，光头强。我已经没钱开冰箱造冰棍儿了。在这森林里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，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苹果、香蕉里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比，在我心里，有了它就有幸福和甜蜜。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那种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，我的蜂蜜，我们不